首先呢，前面是做排扣式的，全部都是扣子，但是这些扣子都是假扣，造型扣，不能打开的。左右帮大家做两个斜切口袋，帮大家干嘛修臀？这种啊，大家最怕怎样？哇，肚子好大哦，然后屁股好大。我要提醒大家，屁股好大，这完全不会发生，因为我的这个裙子完全不贴臀，它是做有点散裙的感觉哦。腰头全部全高弹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轻松驾驭。它大概落在中腰，如果你们想要穿高跟鞋的话，也可以看我们官网 model 的穿搭，简单利落，穿大学T盖下也可以，然后裙长的话我身高161，所以呢小资高个都没有问题。